公主是想人救她。敷多啲 mask 啊，狗場嗰啲嘢咧就唔好理住啦，唔係唔夠精神咧就唔靚女噶啦，知唔知道？佢講話你隻戒指好似綠豆咁細，三叔娶新抱嗰隻好似蓮子咁。誒、我俾唔到嗰種生活味㗎。是收养狗的那天早上九点钟的气温是18度，相对湿度是89%。他一条匙给你了，谢谢。那你没有大奖？没理由的。做人要好好珍惜自己幸福。马太太，文文。